呢，各位你想要自己做那个刚刚那个这片的话，我们来看看你可以怎么处理。我们刚刚有看到，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刚刚那个关键字，在这边 brush 的那个有没有这个？你如果去 Google 这个关键字的话呢，可以找到很多，但是你一定要先处理一下，不然你会发现叫进去在那个遮色的外框那边会看不到，哦，会看不到哦。现在呢，我就找一个，比如说我找这一张，点到它 ，OK， 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透明的。哎，各位知道你找到图到底有透明或没透明，怎么分辨吗？好，很重要的要那个格子哦。这个我看一下，我这边的刚好都没有，有这个的是错的哦。我所谓的错的，各位要注意一下，这骗人的哦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有时候不是会看到这个吗？如果缩图会出现，不要怀疑，诈骗集团。缩图不会有好吗？一定是点进去，我早就给你看了，我没有骗你啦，真的啦。你们都没有被诈骗过是不是？比如说我找狗狗好了啦，你看哦，我们。你如果关键字只用 dog， 是不是后面有背景的会很多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可以在你的关键字的后面加上什么 PNG， 这个时候呢，因为 PNG 是什么点阵图，所以你会找到，有没有觉得狗狗变干净一点？但是我刚刚讲的，这是诈骗集团，缩图不会有，这一张我点下去，各位有没有发现本尊？这才是正牌的，因为缩图上面是不会产生，这样知道了哈。所以看这个，看下面那个，一定要点下去才知道是不是有区别，这样了解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回过来看这个。所以点下去，我这个反正没有区别的，这样最好。来，我就直接把它按右键另存起来。好，你看喽，就把它储存起来喽。存起来之后呢，我就把它放到我的 Photocap 里面来。哦，那你的专案你可以先把它保留一下，哦，你可以先把你的专案储存起来，不然我待会丢进来它就怎么样，就会关掉了。哦，所以请你把你的专案先存起来，存好。好，我现在存好 ，OK。现在呢，我把刚刚那个档案把它叫进来。哎，问一下各位。平常如果你这样下载了之后，你要在 Photocap 或其他帮你打开，你都会怎么做？你应该会去开档案转码，或在那软里面再开吧。最近我学到一招，我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按着它丢到这个软体里面拉过来，这样就可以开了。你以为我在变魔术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不是大人教我的，这是小朋友教我的。小朋友就会了，你看一下，其实以前我们都会在这边把这个档案打开嘛，对不对？其实真的不用这样。你今天如果我是要拿到我的心智图好了，我只要这样子，就是把下载这个按着丢丢丢丢到什么心智图那边，等心智图这个软体打开，我再丢上来，丢上来就可以。等一下哈，哦，因为现在那边在输入文字，好。按着拉过来，拉上来，有没有这样就进来了？这样有没有比较人性？但是我怕以后你会怪我，因为你会跟我讲，导师我档案我都不知道放哪里，因为你从来都不知道档案放哪边，你现在只会丢来丢去而已，所以各有优缺啦哈，所以你自己考虑看看啊 ，OK， 所以你现在丢到 Photocap 里面，我已经丢进去了，来各位，我们现在有一个。动作要做的，因为我们刚刚讲了，白色会保留，黑色会变透明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刚好是颠倒？所以怎么办？影像处理里面有一个叫反向，就是白的变黑的，黑的变白的。你到影像里面有没有叫反向？这个地方，所以你只要把它按一下，有没有颠倒过来了？当然，我发现这个颠倒过来之后，其实它本身。这个好像还有点颜色，有没有？
你们这样看可能不清楚啊，但是我的荧幕上是看得到，它不并不是纯白色，并不是纯白色。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，我会再用油漆桶去把它的颜色倒下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是黑色的，我的油漆桶点下去，我来看一下我们家的颜色。这里拉下来一点，好，在这里，我交换一下，倒一下，我这样比较亮一点啊。那个在这个投影上可能看不太出来，但是我这边是 OK 的哦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好了之后呢，我只要把它储存就好哦。但是储存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你看，我就按这里储存。我们刚好提过哈，你在 Photocabin 你要用这一种，有一个前提，它必须要是八位元的，而且是什么？来看一下我们的心智图。你必须要满足这里的条件，是 PNG 的八位元的索引的，八位元就是二的八次方，就是二五六色了，好，二五六色，而且是灰阶不透明，还要是这样子的，那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，Photocabin 元才可以用。所以第一个，我来这边影像格式改成 PNG， 第二个有没有八位元遮罩外框格式？有看到的哈。你要改成 PNG 才有这个选项哦。PNG 点到它有没有？因为 PNG 有三种，丝丝有三种 ，PNG 也有三种，八位元、二十四位元，它有什么？有去背的那个，啊，有去背的含透明的。那我要的是最底下这个。你这样存出去之后，你的档案名称改好，那这样子就可以拿到 Photocabin 里面变成它的折射片来用。这样有了解的？所以我帮你准备好，是因为我经过这样的处理，我说没有交代清楚，我怕你回去会怪我，所以为什么上课可以，我用的就不行，好，就是差在这边，这样了解了 ，OK。